好，我们来写那个蔡根谭啊，黄应明的心得感想，他把它集合成为一本蔡根谭的书啊，可以让我们多省思人世间的很多的现实跟社会面。好，不可乘喜而轻诺。好，不可的不，从这里开始，切往右上写重，回收回来。然后从这里再过来平，有一点点斜，然后从这里弯下，站直了，再过来，从这里回收回来，到这里来点回收，好，好，这里啊出现了蛮多可的，所以呢在斜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好，按重然后过来，按重回收，一画里面大概都有一些轻重，要特别斜一下哈。要练一下，好，从这里右上斜按下来，按下来以后，这个封口起来，然后呢，从这里靠近口，然后从直的再往后，再往前，有没有？有，这样那个勾的形状就出来了。不可成，成要写斜的平的，然后从这里上去。然后这里下来以后这样过来，然后拉到这里来，然后从上面下来，上面斜下来，走到右重回收往上按，然后这个直的中间下来，直的对不对，直的直的，然后往这边带过来勾起来，然后这个字呢它本来是可以写撇跟捺的，但是呢因为它很低啊，空间小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让你的字啊，那么短，还有一个捺，这样不好看。成喜，喜是一个土，或者是一个士都可以，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哈、哦。然后从这里往上提按下来，这个要扁一点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先写这个。往上提按了以后回收，然后一点出去再一撇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往右上斜按下来，然后平回收封口起来，好，成喜而呢往右上斜的成画，然后呢这样撇过来，然后这样过来回收回来，往上提按，然后有一个弧度慢慢的弯过来，不可以一下子就画下来，有角度不要太明显，从这里下来，这个分作两个部分，一二一样，但是这边右边稍宽，因为它往上高嘛，往上好。不可乘喜而轻诺，轻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右上提按下来。你要记得这个车啊，不能太宽，太宽以后就会影响到中间的这个，或者是右边的这个轻的部分，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。右边稍微重，因为我们结构的原则里面有跟我们很详细的交代，就是要左让右。好，这个稍微按右往上以后按下来，这样才会好看。所以如果你两边都一样宽就不好看哈。好，轻诺点从左到右，然后呢然后在右上，在右上，然后这个过来有一点点带下来，然后再上去按重下来回收，然后诺从这里过来，在右上撇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左到右出去哦，重一点点哈、哦，然后下来，从这里站到中间再往上提，按下来，怎么样？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右上回来，好，轻诺，再来呢？不可因，不可。好，从上面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转一个弯下来，回收再过来下，
上来啊。好，这个壳呢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也是从左到右，右上斜的哈，这样过来，按过来，从这里外面进来，再上去往上面提，按下来封口，然后从这里平行，然后往后再往前再勾起来。好，不可阴坠阴。我们看阴的写法，阴从外面进来站直了，从上面从下面往上面再按下来，再往前再往后啊、哦、然后一点点，然后可以一个弓这样下来，靠近一点，不要让它离太开啊、哦、然后从这里封口起来，右上斜封口。好，不可阴坠。坠呢，左边是有部，那有部本来笔画就很多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笔画多而写得很宽，那这样字会不好写。好，这样过来封口，然后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里过来，诶，点，从这里过来点，然后从这里左到右，右上斜，好，可以拉长一点点。然后从中间画下来，往下悬针竖，好，这样过了哈。好，这画很多人视为畏图，哎，小心一点哈。因不可因坠而生撑，而右上斜，然后撇拉长一点点，从这里过来回缩回来，然后右上。那这个点不需要画的长，就是因为我们用那个高那个斜度来让它在底下啊、哦，然后这样过来啊、哦。好，阴坠而生撑，生呢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左到右，然后从上到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左到右上去，然后回来啊、哦，生。撑呢，撑口字稍微转一下下，从这里转一下下下来以后，再右上按，啊、哦，再过来，然后呢一横，从上，然后再往旁边斜，好，从上按下来，按下来哦，好，一。二三平行了以后，从这里左边往右上斜一样重回来，从这里拉长一点点，好，长点点长一点点，好，撑，好，再来呢，不可成块，不要从这里靠上来往下按，从这里下来平行。有一点斜度，外在内回来，再上去回缩出来，过来哈，不可好可呢？从这里过来，左有右上斜回来，从这里下来上去按下来，封口起来。从这里旁边进来，再往这边带勾起来，直接就勾起来了哈。好，不可成块而多事。成块，好，成块怎么写呢？成还是平，有点斜的，但是又平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写成这个，好，再写成这个啊。好，从中间下来，往外往后再往前勾起来，好，从这里平行出去，从这里往下往旁边出去，好，成块呢，一点再来一撇，从上面一竖下来回收回来，
然后从这里往右上斜，从这里右上，右上重一点点啊，好，从上面斜下来，往旁边带，然后这个拉长一点点，往后，往前，成块，而往右上斜，这个撇出来，点在这里，从右上斜上去，然后慢慢的有一个弧度，慢慢过来，上去，然后站过来，再下来，好，而多是多，多呢，我们往旁边走，有的是直接往下面，其实是往旁边会比较让这个字比较有分量啊。多是事情的是从这里往右边写拉长一点点，把它压住嘛。好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好，往上提，空间给它窄一点点，然后呢细一点，这样过来。然后从这里封了，封起来哈、啊。好，从这里中间往下面往旁边按过来以后，勾起来一点点。好，多是不可因，不从这里过来重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往旁边拉下来，回来，好，回收回来，不可。好，从这里轻轻切往右边写重，回收回来，这样弯过来上去按下来，平收回来哈、哦。有的人问我说，为什么口都是扁扁的啊？你看我们中国文字里面几乎口都是扁的啊，不可因。好，这个音呢，我们就来写一个不同的，因为他王羲之写音是把它写一个弓，那我们这个呢，我们就写成这个原来的造字的啊、哦，一个人一个大，好，再封口起来变成这样，好，不可因，倦而。险中不可因倦，倦呢就是疲倦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很多很多人这个很用功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因为疲倦了而把这个很多事情啊没有好好的再做收尾的工作，让事情啊到最后没有很好的结果结束，所以呢，也很有奇花的味道哈、啊。成因倦而险中，所以呢，再怎么样的疲劳，到最后你要坚持到最后了以后，啊，要从一而终的意思、啊。好，往这边带，勾起来哈、啊，勾起来哦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让你的右边稍宽一点。而险中，险呢是一个鱼，然后呢这样口，好、哦，只能写到这里哦，你就不能太宽了哦。明明知道说这个鱼啊，蛮多的，蛮多笔画的，但是你还是要节约，不能说、我笔画我就把它尽情的把它写了，到最后没办法收拾啊、哦。好，险到这里。然后呢，从上面而下面，然后画到所谓的悬针术，好，悬针术要写好不容易啊，要练一下哈。显中，中呢，密字旁，从这里过来，回收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越写越小。好，这样过来，往旁边写，对不对？从上往下，往旁边出去，不能一直往下哦。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出去，点点往下点回来，这样要会写哈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落款，我们就写蔡跟
谭玉一折啊，一折。那你可以写说洪应明、蔡根谭玉都可以，但是你只要写蔡根谭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所以也不太需要再去讲说这是谁的蔡根谭啊，因为究竟有名的书或者是名著啊，庚啊、庚子、春、吴起珍、好，庚子、春、吴起珍书。大概就是这样，不可乘喜而轻诺，不可因醉而生嗔，不可乘快而多事，不可因倦而显忠。蔡根谭语一则，庚子、春、吴起珍。